许下心愿，勇往直前。早上好，晚上好，早安，晚上好，早安。哎呀，ちょっと待てよ。它有字数限制哎。这样子，好。酱油吗？哦，它不能打生血针，因为多了一个字。生血针跟血针的差别是什么？越来越好看，应该特效，因为你都没有来看我啊，你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好看了。谢谢北原，谢谢晴云秋月，点点点，跟你们说，这一件衣服已经变成我的睡衣了，我已经穿了它好几天睡觉，然后我刚刚应该是算是很。突然的想说今天可以直播了，然后就穿着我的睡衣直播了，这是我的睡衣。现在张少彤欸，这是我宝贝。我没有攻击你啊，我什么时候攻击你了？生好像是无休的意思哦。那我写写真是对的。关藏姐姐是谁？谁是关藏姐姐？不会说少彤是关藏姐姐吧？六月没有生的写真，指定黄艺霖，叫我阿姨再叫一次，把你踢出去哦。想要被我踢出去吗？踹踹看，想少彤了，有点太快了吧？是我的 ，OK 的是 TP， 为什么我没看到这个 TP 官方账号进来？感觉就是会什么在公司放出来给大家看的那一种哎、欸，这样很羞耻哎、欸。谢谢秋翔的麻辣烫，为什么麻辣烫还有啊？现在要红到什么时候？最近还有什么新的潮流？可以，是不是可以猜一下那个预设一下之后浪 life 的那个特效会是什么？礼物会是什么？每次浪 life 的潮流都更新的好快哦，我都还没有跟到，他们就已经先把。那些礼物都做好了，太扯了，效率组哦。公司成员都在围观你的直播，好像也不是不可能，但应该不会很久啦。今天一样可爱，谢谢俊生，晚上好呀，谢谢北原的一颗星，谢谢俊生，张少彤也要来加入麻辣烫了。谢谢张少彤。哇，谢，到底最近还有流行什么？最近好像没有那种特别突兀的，可是麻辣烫好像也才刚出来不久。麻辣烫烫呼噜呼噜。好好奇哦，下一次流行会是什么 啊上一个还有阿雷阿雷跟亚雷亚雷，我一直喜欢讲阿雷阿雷，亚雷亚雷跟麻辣烫。少彤九点有直播，有看到他的现实动态了。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他们还有跟过那个啊，那叫什么？山道猴子，那个
那个时候是我觉得超猛，我想想说，为什么直播也会跟这种东西？为什么没看到红包？被我的写真挡住了。谢谢吼吼，我是因为少彤在吗？谢谢少彤。什么？谢谢吼吼。张少彤。因为吼吼最近都没有来过，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了。他最近都在少彤。哈哈，现在还有红什么？这不是攻击吧？这是攻击吗？还有红什么啊？最近下一次红的感觉会是什么迷因欸？可以出个什么迷因吗？三道猴子，对，三道猴子，张姓小姐，为什么变张姓小姐？她很会抓人，请抓住我，张姓小姐。这个好像，这个称呼好像听起来有年纪耶。这是什么新闻播报？某台北姓张的张姓小姐。哎，当变成迷因感觉会火。谢谢俊生，把我抓起来，带我走，抓我，抓住我 ！Oh my god！ 我心动了，不要乱抓啦，讨厌！哎呀，好奇怪，好奇怪。哎，张少彤现在是，他今年是几岁？他还没成年呢，他还没成年呢，好可怕！你们会先被别人抓走。哎，这样好奇怪，我也没有几次正常过吧。阿姨你几岁？叔叔你几岁？叔叔你几岁？张少彤是高中了啦，高中了，国中是刚进来的时候。现在这边只有小雨一个国中生。想当初他进来还在小学。哇哇哇，小学生。哇，这个年代有点遥远呢。你22，叔叔你是02年的吗？你几月？叔叔跟我谁比较老啊？五期会不会？怎么可能？我猜小雨在即应该不会有出现比他小的人，应该吧？应该吧？你01的，贝贝。贝贝，那你不是叔叔了。贝贝，讲话注意点哦。虽然说应该要敬老啦，贝贝，记得吃饭，然后早点睡觉。你5岁，什么时候的事？你度过了几个5岁？超过分。因为我是阿姨啊，那你就应该是伯伯了吧？伯伯，你是会去公园下象棋的那一种吗？欸，我一直想，我那时候什么时候啊？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就是很常看到那种公园在下象棋的伯伯，但是我不会玩象棋，我就一直想说，我会不会有一天学会了，我就可以去跟他们下象棋，然后伯伯就会很崇拜我。哦，这小姑娘不得了哦，会吗？自己在那边想象，但到现在还没有学过。你们有看那个吗？后羿弃兵。我就想说，哇，他好强哦！如果我象棋也很厉害的话，去公园跟他们对抗，
会不会被崇拜啊？各位阿姨阿伯不要早嫁了好吗？那不是阿伯，阿伯跟阿姨同辈分吗？那他就不能阿伯啦。阿姨阿伯，然后还这种小故事，就是很想被别人崇拜啊。这样哇，而且重点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崇拜你，感觉莫名的有种虚荣心，就这种被年纪大的人称赞，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点跨越那个阶级辈分的感觉。生活这种一二吗？随便，我随便，我都可以。被年纪大的人称赞很，这边很多吧。哦，谢谢哆啦 A 梦的 It's time to go to bed。虽然我才刚来，等一下才要 It's time to go to bed。张少彤有在吗？你可以呼唤他，你想他的话。少彤，有人想你。汤汤来了，谢谢哆啦 A 梦。那比自己年纪大的粉丝称赞呢？比自己年纪大，你要称赞什么？可爱什么的那种我还好。要称赞我不得了，不得了，这小姑娘不得了，靠你了，将来靠你了，这种感觉比较有诚意，像那种公园阿伯会讲的话。你老夸夸人了，是吗？你都夸什么？你都夸可爱。可爱真的还好，可爱不能当饭吃啊，可爱可以干嘛？可爱老了就、老了也可以可爱啦，说实话。但就是虚有其表的一个称赞的感觉。觉得一定会剪影片可以吗？可以啦，但是我也没有很会剪，所以讲了好像也还好。要讲什么？不得了，未来，你的未来，我想一下可以讲什么。就是要很诚恳的讲出这种称赞话，才真的有被称赞到的感觉。变成公园阿伯再回来称赞一零，好，没问题，等你，老可爱了。可爱是因为称赞不了好看，所以才说可爱。所以对啊，如果要说那种虚有其表的称赞，可以说仙女下凡呐、什么。仙女我可以，我跟你们说，我以前很喜欢被别人讲是小仙女或什么的，就是没有人讲过，就只是觉得仙女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仙气飘飘。然后因为我有认识以前啊，现在可能就因为我这一生中来来回回的人太多了，来来去去的人太多了，就是以前学生时期有认识一个很会 P 图的人，然后就帮我 P 了一个什么小仙女认证，然后我就很快乐。他帮我 P 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页面，反正就是我要怎么形容啊？反正我以前有直播过，然后呢，因为主播的页面都会有一些什么认证嘛，像现在的话，我是艺人认证，然后他给我的认证是小仙女认证，然后呢，讲解是什么小仙女下凡不食人间烟火，是我要他弄的，我超快乐的。看你一身筋骨，我这边有一本秘籍，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有，请赐给我。你是2000年，我2002年，像长辈图，不是长辈图，是真的很厉害的那一种。哦哟，豆粉有机会的话，可是豆粉应该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那是很以前的事情，毕竟现在有直播，应该不太能提及到直播。但是就是真的很强。就是你们可以大概想象成是那个绿幕，就是如果我说我想要去杜拜的某一个大饭店里面的样子，他可能就会 P 得很像的那一种程度吧。很猛，自己弄一个类似的，我不会弄啊，所以我才请别人帮我用啊。
但现在没有联络了。要不然，好像还是可以请他帮我啊。这个就不方便讲了，但就是很以前的事情。直播偷闪一下，不要。就是小仙女认证，仙女下凡，不食人间烟火，就自己弄好玩的，很好笑。谢谢廷瑞的糖葫芦。然后跟你们说，我要讲什么？我前几天去看我朋友演出，他们那边有好多很厉害的人，很厉害，很会唱歌，很会弹乐器的人。我朋友最棒。然后虽然说不能跟你们分享，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两个女生跟一个男生，两个男生，就是反正就是很好笑，跟你们分享我去看表演的经历，不是今天，前几天去看表演的那个经历，就是呢，首先是有一个 keyboard 手，两个女生的 IG 我不知道，你知道也不告诉你，然后有一个 keyboard 手的女生，她弹的那个节奏感跟那个调调，我觉得超，可能是那首歌本来的调调就是那样，所以我很喜欢。加上说那个女生，就是感觉很从容不迫，就很喜欢。就是少数，因为通常大家一个乐团或干嘛的话，大家都注意主唱嘛。然后那个 keyboard 手呢，是我就是直接被他拉过去了。重点是那一首歌是算情歌吗？就是男女对唱的歌。然后我的目光就被那个 keyboard 手吸过去，就一直在看那个女生，就是她很从容，然后她弹的那个节奏我又好喜欢，就是一直被她的声音吸过去。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是她的感觉给我很像阿丽，就是但是她在更甜，就是你们可以想象那种阿丽感，就是整个气质就是很有气质，然后讲话也有一点类似有点像原住民或什么的口音，有一点点。然后那个女生是很甜很甜的女生，然后讲话也是慢慢的很从容，然后觉得好可爱哦，超可爱的。然后那个女生长得也是可可爱爱，然后就觉得哦，她唱歌也蛮好听的，只是我没有录她唱歌，我是被她的讲话什么那些吸引，就觉得啊，这个女生气质好好哦，就是会想跟她当朋友的那一种感觉，会很疗愈，很可爱。谢谢苍苍，谢谢朱里恩，阿丽，真的，她一直给我一种阿丽的感觉，就是阿丽可能如果要讲的话，阿丽可能偏向姐姐一点，她就比较有成熟的感觉。然后可是那个女生是比较像妹妹，就是有点，如果你们说他们撇除长相的话，就是感觉很像一个双胞胎，一个比较稳重，一个比较活泼的那种差别。然后那个女生就是那种活泼感再多一些的，然后好可爱，然后都很有气质，受不了。有好运符，她是水晶，她是水晶，就是五行水晶。没图没真相 IG 呢，哈，自行想象。阿丽真的很解，就是他们一样都很有气质，就是那一种 feel， 他们的 feel 是一样的，就只是一个比较小女孩，好可爱，好想认识哦。然后我朋友没有回应我，就想说他们应该会认识，但我朋友只认识啊。接下来还有两个男生比较注意，一个没，他不算是不是。好的注意吧，就是我觉得很好笑，所以就是一直不小心在台下就很想笑，一直戳到我笑点。就是他们，因为我看了两场嘻哈的表演，他们有两组是嘻哈的，唱嘻哈的。
然后他们的，我就一直想说他们的比例好像有点怪怪的，穿衣服的感觉。然后后面我才注意到，他们的裤子都穿一半，就是屁股会露半颗出来，就是因为屁股会凸凸的嘛，就是有一颗肉肉突然这样短又出来。然后我就看到我就笑不停，我就笑到我不能自已，我就想说为什么要把屁股露一半出来？然后重点是我就跟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坐我旁边，我就说你看他们的屁股。然后我朋友那时候讲什么？他们这样裤子都不会掉下来的吗？然后没有，不是圆弧状，因为屁股是圆弧状的。他这个裤子压的话，他的屁股会变半圆弧，就变成这样子，这样。然后我就笑到我不能。然后结果他唱完之后，还有下一首歌，然后还在，因为他们有很多大动作嘛，那种嘻哈歌手就是会跑来跑去带气氛干嘛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屁股，我真的是笑到不能自已，这不是色色的问题，而是戳到我那个笑点，因为那个屁股太显眼了，就想说为什么要露半颗屁股？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不行哎，为什么要露屁股？这不是色的问题，我没有其他想法，就只是一直戳到我笑点，一直看他屁股，因为就很好笑，为什么那样穿衣服啊？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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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穿？这是哪？这是他们的文化吗？完全忘记他表演什么，我没有在看他表演，我只有，其实我主要就是去看我朋友而已。其他的表演是如果有被吸引到我才会看，就像那个啊，我刚刚不是说那个很可爱那个女生，她唱歌也是好听的，只是就没有到。会吸引到我，那他很可爱。然后吸引到我的是那个 key， 如果女生的话，只有那个 keyboard 手，他弹得很灵动。他们的一种态度，认真，我不行哎、欸，我看到，我只要看到他的那个，我就一直很想笑。为什么？就是想看屁股，然后难掩那个心情。他们只要有露屁股的人在台上，我就笑到没办法看，我就一直很吵，然后到后面我就直接低着头，因为我只要抬头，我就一直想看他的屁股，突突的，就是一个屁股露在外面，因为他有穿内裤啦，是黑色的，就是因为看得出来那是屁股，就很好笑，就很想笑，屁股好看，没有，指定黄义霖，六月写真指定义霖，你不推你的。有啊，这里啊，六月写真指定一零，但是要买的还是会买，不买的还是不会买啊，就跟多粉一样。其实我宣传了那么多次，但是我的订阅数也没有变高。那泳装呢？什么泳装？笑爆，反正就是想看，就是你的视线会不自觉的被带到那边去，就是很引人注目嘛。旁边的人表情应该很鄙我朋友啊，我朋友就觉得我很吵吧，因为我就是。抬头就会想笑，所以我自从笑到后面，我朋友觉得我看起来我很烦之后，就一直低着头，我就不能抬头。奇怪的笑点，不知道也可能吧。唱 rap 的朋友也是超垮，但他不会露到那么夸张，他们都露一半的屁股。你就是喜欢，没有喜欢我不行，就是不行到很想笑，就是感觉为什么衣服不能好好穿，好看。不好看啊，我不理解，但是就是戳到我的笑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笑好像也没有很礼貌，所以后面我就低头了，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蛮吵的，我就一直笑到不能顶多微微的露沟出来。为什么会露沟啊？欣赏。好，然后这个男生就先撇出，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一开始没有注意到，因为就是你知道看一场表演下来就跟你们看公演一样，就是会有点疲惫嘛，而且加上说我那时候看的是音乐，有关音乐的表演，所以我就想说反正只要听就好了，也没有想要专注看什么。直到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是他是弹吉他唱歌自弹自唱，然后他吉他一下去的那个瞬间，那个吉他声就是听得出来他经验很老道，然后呢练了很久那一种，就是很稳，然后又很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一弹下去的那一个感觉就觉得哇是谁，就马上抬头看。我那时候已经有点
有点倦怠，就觉得啊，反正我朋友演出完了，然后呢，现在就是听表演就好了，就会就是哇，然后就看完了他一整场的演出。那个男生是他好像两首歌还是三首忘记了，然后超强，他唱歌又超好听，弹吉他又超强，哇的那一种。那个是 MVP。影片呢没有拍，这种东西就跟看舞台剧一样啊，就是有回忆有记忆就好了，拍了也不能给你们看啊，一抬头就哇屁股那个是纯粹觉得很好笑。然后我还有跟那个我玩音乐的朋友说，为什么嘻哈歌手都要露屁股，他没有理我，但就是笑笑，为什么要露屁股啦，为什么我不懂，但是不理解但尊重。露个音，听歌，你认识的人有去看表演，但我不知道，是我朋友跟我说，而且我也看到他发限动哦，所以呢你可以去偷偷问一下他好像有影片哦，好像哦，艺术，好啦，尊重，不理解但尊重，但就是戳到我笑点，所以就很好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会去，但是我没看到他的人，那一天很尴尬哦，那一天，但是这个直播间有点多男生，但是我是不介意，但我不知道偶像的形象会不会被毁掉。谢谢天灵，我第一次发生了那么糗的事情。真的超级糗，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如果有人看到才糗，没有人看到应该就还好，但真的蛮糗的。反正就是你们要听吗？但我怕这个会不会有点 too much。 反正那一天我穿得很漂亮啦，先冷静，什么先冷静，什么先冷静？会担心？我不担心这个，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形象。但是就是一个很，我觉得唯尴尬，有人看到才尴尬，没有人看到就唯尴尬的事件。豆粉说的那个意外，雨伞还好啊，雨伞就是失智症犯了。双马尾可爱，谢谢吐司。雨伞啊，你有形象，我有形象，还是有一点吧，至少还是要留一点团体形象。先说雨伞吗？雨伞那个还好吧，雨伞没有形象问题，就只是有点失智，形象还是要顾。还摸一下。对吧，喜欢吧。雨伞事件是那一天出门下暴雨，然后我就带了一把大雨伞出门，然后后面呢我就是在转站的时候忘在捷运上，因为我挂在那个把手上，然后就忘记了，然后就出去，然后直到因为我朋友跟就是他在看表演之前他有另外一个局，所以没有跟我一起出发，然后他就问我说外面现在有下雨吗，我就想说我要回他的时候就发现，对啊，我的雨伞呢，我的雨伞就被忘在捷运上了，我就去，就是我在抖粉上有请求帮助，就有人说去联系客服，然后但是客服建议我去 AI 客服建议我去打电话啦，然后反正那个 AI 呢，就是我跟他大概讲解了一下我的雨伞特征，然后反正前面有说是一把黑色大雨伞，然后呢那个 AI 还回我说，就是很难过你的大雨伞不见了之类的话，然后我就想说他干嘛要学我讲大雨伞，很好笑，另类的笑点又被戳到。大雨伞，张少彤又回来了，就是他又在讲了一次大雨伞，然后小屁孩，你才小屁孩，你不是弟弟吗？弟弟啊，早是早，早是早安，真是聪明的 AI。他再跟我重复一次他是我的大雨伞就很好笑，因为我想说讲大雨伞他可以理解，就是我的雨伞是大的，
这样。然后反正后面我就立马打电话，然后因为那个捷运还在那个行驶中，所以呢后面就是讲了时间点差不多的时间点之后，站务人员就是在终点站就帮我找到我的雨伞了，所以我后面就去那个终点站把我的雨伞认领回来。但是所幸的是我弄丢雨伞之后都没有再下雨了，所以呢因为那个雨伞真的也蛮难拿的嘛，因为它是大雨伞，大雨伞，所以呢就是另类的请别人帮我保管，就不用手一直拿来拿去的，主要是跑到终点站有点麻烦。张少彤这账号居然还在，什么这账号居然还在，他刚刚又带进来了，你打笨雨伞还跟你，真的吗？很抱歉你的笨雨伞不见了，很好笑。 Gek 是不是没看兜粉？什么什么，这个保管太远了，反正就是去拿回来了。然后我有顺路拍了几个照片，因为都去拿雨伞了，偷偷看一下照片。但我其实我好多照片想发，但都还没有来得及修还有排版。虽然说看起来没有在排版，但其实我有在排版哦，大家，我已经努力了。晚上好啊，勇哥。站务人员拿雨伞的照片吗？不是啦，我去动物园啊，这样讲好吗？这都粉上讲了，反正就是拿雨伞之后顺便去拍了照片，我顺便去拍了，我跟祖祖拍了，超好笑。我这样大概很可爱啊，很可爱啊，你看高到我看不到他的头很可爱。然后第一次看到那个电灯是长这样，他之前就是这样吗？还是近几年啊，太久没去动物园了，上一次去可能国小国中忘记了啊，好像有开车去过练车，之前还没有驾照的时候好像在动物园附近的停车场偷开了一下，就是在停车场里面绕，因为没什么车，努力排版，虽然看起来没有但是我有好想去动物园去啊。动物们应该蛮想看你的，他们应该 Gek 是 Gek 这样想跟我去动物园哦。可是动物园臭臭的，我对动物园的印象好像是臭臭的，但是我不知道哎，上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动物园臭臭的，可能便便没有处理好。礼拜五走，你们去啊，你们可以跟他们可以跟你们合照。园游活动吗？游园活动，那应该也不是去动物园吧？可以去哪里啊？可以不要去动物园吗？动物园是小朋友去的，动物园是小朋友去的啦。你要抢票？抢什么票？动物园吗？什么？我才不是小朋友，你们都叫我阿姨了是吧？可以去找祖祖合照，这是祖祖。这个不用说出来，什么不用说出来？你说我不能叫啊，小朋友，我可以叫啊，叫你苍苍小朋友，请好好睡觉才能长高，好吗？苍苍小朋友，我才苍苍小朋友，教务处现在，教务处的黄主任现在正在找你，请下节下课立马到教务处报到。我才没有叫你阿姨，在我还不能接受我是叔叔的年纪之前。祖祖在哪位要合照？我合照啦。应该你高，你高，你高，
什么？我比谁高？常常吗？对啊。我才想到一堆比少彤大的也叫她彤姐，彤姐她很有姐姐感啊，彤姐，总务处的出纳阿姨，不要，总务处的出纳阿姨感觉就是那种会戴眼镜，可是总务处的出纳阿姨感觉脸都小小的，就是脸小小的，然后看起来就是那种面瘫，嗯，真盖章盖章盖章给你的那一种，我不要，我要当教务处主任。我要去骂学生，叫你常常去罚站的那一种，嗯，刻板印象。合作社阿姨，哦，合作社阿姨我可以耶，合作社阿姨可能长得比较不会打扮，但是都很开朗热情的感觉。我以前高中的合作社阿姨很可爱耶，就是个性很可爱。教官吗？那我应该会是很受欢迎的教官吧？身教组长吗？身教组长吗？身教组长没什么印象哎。当校长，当校长那个学校可能会先倒掉，学生的愿望就都成真了。哦，哦，跟林一一样可爱吗？比我可爱吧？真的很可爱，就是小小只的，然后很热情。然后还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如果你跟合作社阿姨好的话，就是在没什么，因为他们通常都是会爆满，啊，如果没什么人的话，就可以撒娇，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啦？可不可以这个跟这个阿姨，可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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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好 啦, 好啦，拿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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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高中教官，高中教官，我只记得。我转学之后有一个教官对我还不错，就是他也不高，但是就是怎么讲，他看起来很和蔼可亲的脸。然后那个时候高三了吗，就是有各个大学有点像在招生，就是进来各班讲的那一种东西，然后就有那个叫什么国军吗还是什么的，就是要去当兵的。然后我其实有心动，然后我那时候坐最后一排，虽然说我身高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我坐最后一排没错，你没听错，就是这样。然后呢，教官就坐我正后方吗？对，正后方。然后我就一直跟旁边的学生讲说，我已经忘记旁边坐谁了，反正我就一直好像有兴趣，我就会一直跟旁边的人讲，好像有机会哦，是不是要去一下？但我身高好像就差了一公分，我记得他要156。那个时候，然后肉排晚安，晚上好，谢谢夏春岭还是饼的麻辣烫。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跟旁边的同学讲说，是不是要试试看、啊、然后反正教官就一直听到我很想去干嘛的，他就来搭话，就说你就去啊，我就说可是我身高就差一点，他说没事啊，我帮你去讲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又有点，就是因为我也还在犹豫，就是也不确定，就只是有心动，然后加上说，就是生，就是也怕生嘛，就不太敢去跟他们讲话。然后我就啊，不用吧，不用吧，应该不用吧。然后教官就一直很积极的说，没有，我认识他们啊，你这样子，你想去的话，我帮你们想啊，什么什么的，就很尴尬，小尴尬。小卖部的阿姨因为赶着买早餐，都一直把食物说成两个字，很好笑啊！回来了，谢谢灰原的亚雷亚雷，谢谢星星追踪，垫一下就够高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如果想去的话，还是可以去的、啊。就只是那个时候，我也还在犹豫，因为就是感觉在那种地方，女生很吃香啊，就会有人来帮你啦，帮你啦，这样。对吧对吧，虽然说听起来蛮心机的，但就是这样吧，去那种地方女生基本上就不用干嘛、啊、而且就很吃香啊，大家都宠着你的感觉，因为女生少见。开车挂停，没事你慢慢开，小心安全。军校，哦对对对，军校那个时候就在犹豫，就想说因为女兵感觉很帅，就是我想要看起来很帅，然后进去又觉得说女生应该很少，
兴趣的话，应该吃不了什么苦吧？而且会不会可以当笑话？当笑话，变成笑话？谢谢回回的糖葫芦。对啊，就感觉是不是去里面蛮吃香的？但是因为我也不太了解里面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也不太敢，加上说，就是唯一的憧憬是因为感觉女兵很帅，帅是第一个，再来是感觉很吃香，然后再来是感觉可以当校花，会不会有机会？超好笑，那时候就在那边讲，到底是不是要去一下？然后我后面打消这个念头，是因为我本来就不了解里面要干嘛，然后再来是因为我有认识的女同学，就是有练什么一队啊那些的刷漆，她原本超级白，晒变超级黑。然后虽然我不怕晒太阳，但是因为女生爱漂亮嘛，我不是说黑不好，就只是因为我本来就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偏好喜欢白一点，而且你知道那时候高中学表演嘛，在台上其实像舒华什么的那种白到发光，其实很亮眼，就是一眼就会看到哦，这个人白到发光，就想成为那种也在台上发光的人，所以就不太想让自己晒黑。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可是进去会不会变黑？加上说我不是很理解里面在干嘛，就不太敢去报名。难怪你喜欢我，因为你白吗？什么意思 ？Hello， 老虎你好。晚上好，若水你好，哦嗨哟，哦嗨哟，反正不知道哎，如果我当初进去到底会成什么样子啊？很好奇哎，多少会变黑一点？当兵多半会变黑吗？不知道哎，我要庆幸自己没进去吗？但我也很好奇，我进去会变什么样子？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变黑到多少，因为我那时候海南其实也很热，我去海南也不会擦防晒什么的，以前都会被晒很黑，就是晒的跟我认识的那个一对朋友一样黑，然后但是我回台湾就都变白了，所以我在想我会不会其实去当兵不会黑多少，就一样就会白回来，但是感觉每天如果要上课什么的会耶，会变很帅的人吗？怎么办？你这样讲害我们会有点，我当初为什么不去的感觉？荧光原地的主持人嘛，好像有可能哦。谢谢追踪，变白回来，我白回来很快。可是那是以前啊，因为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之后，你又不知道会不会像以前一样代谢那么快。当兵太简单了，以前是班长，当兵很简单吗？长期晒可能就没那么容易白回来。谢谢追踪，读军校的人其实值得佩服，一队超累，还要站很久。有那个时候有看到，但我觉得在一队坚持下来的人都很有耐力嘛，耐心耐力都有，他们知道自己想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因为我那时候看一队的人都会有少少几个人这样刚进去就出来，就是吃不了那些苦这样。然后我那个朋友也是让我觉得很帅的女生，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漂漂亮亮的，然后原本也白白的，她那时候都已经晒黑到已经，我那时候已经快认不得她了，但她还是坚持在一队下去。然后我觉得哇，这女生太帅了，就觉得这种个性哇很佩服。撑了两年，帅气一零吗？怎么办？这样会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去欸？我也想要当帅气的女人。我那个朋友真的超帅，500障碍持枪要领，少长口令。当兵哦，蛮帅的。居然想帅吗？为什么不帅？帅起来不好吗？黑的应该也美美的，要黑的均匀，不能黑一块黑一块。黑的均匀其实很好看，但是要看五官欸。像我，因为我本来五官就不是
立体的人嘛，就是你那种要鼻梁很高啊，然后呢整个脸的骨骼很明显那种女生或男生，黑起来超美超帅的，就是因为他们的骨骼感很强，所以呢黑的话你还是可以看到他的那个纹路什么的。但像我的话，五官就比较二 D 一点，就是比较偏怎么讲，就是反正就是比较修饰一点，要怎么讲呢？比较圆润一点，我的五官比较没那么立体，所以如果我黑的话，感觉五官会看不太清楚，就会被吃掉。所以以前大家才会说一白遮三丑，那就是因为你本身生的就没那么，你的基底就没那么好了。人家五官立体的人，白了好看，黑了也可以驾驭，也好看，但我不行，真的帅，就算光头都帅。欸，但是我不 care 剃光头，欸，我没有剃过，但我不 care， 感觉人生就是要剃一次。我表姐也是剃过光头，她那时候生了我侄子之后还是之前剃了，然后我就想说哇，原来我表姐也是会剃光头的人。然后我妈那时候看到，妈就说你怎么剃光头了。然后我表姐，因为我表姐本来就是一个很欧美个性的那种女孩，然后呢我表姐那时候就讲人生总要一次，总要体验一次吧。然后就感觉哇，好像我会有的想法，但我不会像她那么飒爽。我表姐是我从小就一直很崇拜的女人吗？女孩。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我表姐是跟一个外国的男友在一起11年才结婚，然后她那个男友叫 Ryan， 我以前都叫他 Lion， 因为我以为他叫 Lion， 叫 Lion 哥哥。然后呢他一直在纠正我 Ryan， 我就一直 Lion， 然后后面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一直叫他 Lion， 然后长大才知道哦是 Ryan 哥哥。他听得懂，他听得懂啊，他现在在台湾那种国际学校吧当老师，因为他中文很好。此后我表姐也是跟我说，表姐吗？表姐堂姐，表姐，我表姐也是跟我说她英文其实没有很好，是那时候跟她男友在一起之后久了英文就变好了，就是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然后他们生的儿子也超级可爱，他儿子超听话的。那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依琳给哥哥的专属称呼，那时候他们还差不多可能像大学生的年纪吧，然后呢就会带着我出去玩什么，但是我没印象，但是有照片，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可能他们把我埋进沙子里或什么的，反正就是会两个人带着我啪啪照。然后听说以前就是还会有人把我认成他们的女儿，就说这是你们的女儿啊什么的，好快乐哦，很幸福耶，感觉当他们的小孩。埋进沙子，对啊，就是把我整个身体这样埋进去，然后剩一半在上面，然后我的脸是这样，我的脸超丑的。他们可能玩得很开心，感觉当他们的小孩应该很幸福，就是很开明，然后又很就是像国外那种比较chill吗？怎么讲？就是他们的松弛感，他们就是有那种感觉很可爱，就是。而且他们的儿子也超听话，有照片是吗？不要啦，有漏点耶，小女孩漏点不太好吧，有这样的哥哥多好。他们真的跟他们出去很快乐。然后那时候我们吃饭，还有我有侄子跟侄女，就是不同的表哥表姐他们生的小孩，不是漏点，哪里买什么啦，什么身体埋在沙子，下半身啊，上半身露出来，但是那个有漏点我那时候想说这个年纪漏点好像是正常的，但就是我是一个，因为我头发长出来的看起来就是女孩，这样漏点是好的吗？剩一颗头，没有，多小，看起来应该2-3岁吗？最大就4岁吧，应该没有到4岁，2-3岁吧，但是看起来有头发。然后看来是分不出男女孩的年纪，看得出来我有头发，我头发看起来就是女孩，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跟家人出去吃饭，因为我有侄子跟侄女，侄子跟侄女，像我侄女也是长得很漂亮，嫩嫩的，然后漂漂亮亮的，就是我觉得超 Q 的那一种。然后但是我姑姑他们都说我以前比较可爱，哼哼，先自夸一下。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的侄女超 Q 的，她的长相就是很像一颗小馒头，然后又白白嫩嫩的，眼睛大大颗的。然后我姑姑他们就说我以前更可爱，我就啊，怎么可能，我侄女很可爱耶。但是她有一点她的个性就比较就是一般小朋友嘛，就是像那时候吃饭的时候她就会挑食或什么，而且她会比较过动一点，她会想要去外面玩啊，或是想要贴纸，就是没有贴纸就不吃饭那种，就是类似这种。但是我已经忘记她那时候在发什么小脾气，但她没有到很闹，就是你好好跟她讲，就是你要安抚她一阵子她才会静下来。但是她是会听劝的小孩，只是她会比较不太会乖乖的吃完饭或是什么的这种小朋友。然后我的侄子是真的超乖的，我的侄子是就是那时候他饭后甜点什么水果还是什么的，他是第一口喂给爸爸，第一口喂给妈妈，第二口喂给爸爸，然后自己再吃。然后就觉得天哪，怎么那么可爱，他先喂给妈妈再喂给爸爸才给自己吃，哎，主要是他喜欢吃那个水果，就觉得哈，怎么那么可爱，我的天哪，我的侄子超听话。而且那时候因为那个像我侄女的话，那时候可能不饿吧，或是干嘛，就是没有好好吃饭。但是那个侄子就是乖乖的把每一口饭都吃进去，而且还会因为侄女可能要有人喂，然后他们两个年纪一样大，然后侄子就自己乖乖的自己吃，然后把饭都吃完。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很安静，他都没有讲什么话，而且他讲话就是也不会到很大声很吵，就是乖乖的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讲话。就可能他不喜欢吃，他就会说我不喜欢吃这个什么的，但是他妈妈就说要吃掉，他要吃掉才会长高，他就好吧，然后就把他吃掉了的那一种小朋友，很猛欸。我就觉得这小孩他们照顾的好好，怎么照顾出来这种小孩的。爸爸妈妈试毒那会分你吃吗？不会，他那时候坐很因为是大桌，他们坐很对面，听起来很乖。然后小女孩就是吃，就是不想吃就不吃了，然后就开始想要玩，就是对比之下就会觉得天哪，她怎么会那么乖。然后后面他们还有什么才艺表演，然后她也很放得开，就是所以就是在幼儿园有学什么跳舞啊什么的，她就现场播音，她就直接跳出来，然后也是跳得很放得开，然后还有表情什么的，就觉得天哪，这个儿子好可爱哦，超乖的，我的侄子。而且他长得，因为他爸爸是外国人，所以他看得出来就是外国混血儿。然后天哪，就是帅帅的，然后又很乖很听话，就觉得天哪，这小朋友不得了，感觉以后异性缘会很好哦。我的侄女感觉异性缘也会很好，但是个性的话感觉可能要再长大一点才会知道，因为现在就是小朋友，但是也没有说熊孩子的感觉，就是可能还是需要好好的跟他讲话，他才知道自己在干嘛。金发蓝眼，他的五官很立体，看得出来是外国人，但他反而他没有蓝眼睛。因为我的那叫什么我的姐夫他不是蓝眼睛，他就是棕褐色的。然后我的姐夫是什么啊？是什么样？反正他不是传统的那种金发碧眼，所以他们的儿子生出来就是有点接，就是有点东方人的感觉，但他其实五官那些看得出来是外国人，就是很立体。然后，但是有些角度其实看起来没那么像外国人，好难解释哦。反正看得出来是混血儿就对了，就是觉得好乖，好喜欢他们。那时候侄女也超可爱，那时候去我姑姑家，然后我就跟她玩特效，玩那个 IG 特效。 IG 特效有一些很神奇的，可能那种史瑞克啊什么那些丑丑特效，就
闹着跟他一起玩，然后他就会不开心，就说这个好丑哦，我不要这个，然后他就不要了。然后我就用一些很可爱，就或是那种张开嘴巴可以吐什么爱心的特效给他玩，就说把嘴巴张开，他就这样啊，然后吐爱心，然后他就笑得很开心，自己玩得很开心啊。然后反正就是玩各种特效，结束之后他们要先，我的表哥他们要先把他的女儿带回家了，就说跟姐姐说拜拜哦，我们要回去咯。他就有点要哭了，就我不要回去，然后他说我们要走了，听话跟姐姐说拜拜，他说我不要，我要跟姐姐回去，我要跟姐姐走，他要跟我走欸，他说我要跟姐姐走，然后大家都笑成一片，然后我也很尴尬啊，但是很好笑，他要跟我走，好可爱哦。但是我觉得下次再看到他，他应该也忘记我了。我好像有跟他讲吗？就说之后见，可能你也会忘记我。超好笑的，小朋友都一定会忘很快啦。但他那时候说不想跟我回家，欸，好可爱哦。是我也要跟你走，要跟我走，走去哪？他要跟我走，欸，好可爱哦。超可爱的，他玩特效也超可爱的。你想象两个肥嘟嘟的脸颊，然后呢大大的眼睛，跟我，其实我觉得跟我小时候有一点像。谢谢钟颖的真情告白，但我觉得他更可爱耶。但我姑姑他们说我比较可爱，自己讲，还是要讲一下。他们说我比较可爱，但我觉得他比较可爱。夸完别人再自夸，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安静啊？现在是上班时间，真的有可爱。小麦没有看过我以前的样子吧？小麦上面还写首次进房，欸，浩毅回来了，听故事时间，故事讲完了，还有什么故事？欸，我突然想吃蛋糕，我今天吃了两个粽子，一个甜粽一个咸粽，我还吃了菜菜跟稀饭，菜菜还有什么，还有好多糖果。我最近有点甜食上瘾症，我最近一直很想吃甜的，吃甜的是缺什么东西啊？我一直很想吃饼干糖果，所以全部都被我吃完了。我现在糖果只剩下薄荷糖凉凉的那种系列，其他正常的都被我吃完了。向道恭维是什么？你在骑车啊？你小心骑车！你骑车？你扩音吗？你是开扩音吗？还是你戴耳机？戴耳机骑车其实蛮危险的。两个粽子热量，跟你们说，我昨天才去量体重。我变瘦了，但我的零食吃的很多，就说我是靠零食变瘦的吧。我变瘦了，向你们炫耀。但我觉得我看起来没有变瘦，但我体重轻了，可是我体脂还是很高啊。那只能吃零食增加不了肌肉。耳机感觉很危险。没开降噪，认真零食减肥法。但我零食已经没了啊，零食就被吃没了。我狂嗑糖果，这几天我嗑到我觉得，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喜欢一直吃甜食，就是吃到我觉得头会痛的那种程度。我就一直很担心我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吃到头很痛，有点可怕。但就是一直很想吃甜的东西，我记得好像想吃什么样的食物反映着你的身体好像缺什么，就是疯狂吃啊，就是吃不停，桌上都是糖果的包装纸的那一种。以前有一阵子，有一阵子不知道干嘛，就是很疯，吃到头很痛，还想再吃，因为太多糖了。然后现在这几天，我有一天就是一次吃到十几颗。就是也是很多，但就是没有当初那么夸张，所以我就很担心说我是不是要回到那一阵子。但是没有吃到头痛啊，就是以前真的很夸张，现在
还好，就只是不知道有点糖果依赖症。糖果依赖症，我要去查一下。想吃甜食是代表什么？然后我刚刚突然很想吃蜂蜜蛋糕。蜂蜜蛋糕，那是什么格？什么字啊？格？想吃。这一个礼拜都好想吃甜食。要戒甜，我觉得我戒不了欸，想有想心有余而力不足，饮食控制，血糖低落，体内压力过大，身体热量不足。我热量应该没有不足吧。我前几天看表演有那个遇到很久没见的同学，那时候就是刚好有一起去超商买东西，我就看到 Oreo 就在特价，想说要不要买一下。然后呢，它有三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一个是香草，然后另外一个是减糖的香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到底要买哪两个？要买啊？不是啦，有巧克力香草跟综合的巧克力香草跟一个香草的减糖配方。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到底要买哪一个，可是香草还有一个是减糖配方，感觉会比较瘦，是不是要买那个？然后后面我想一下，可是我都要挑零食的，我还在意会不会变胖吗？然后呢，我在犹豫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四个热量都一样，然后我朋友在旁边看我挑，我就说，然后后面我就是原本是被减糖配方吸引到才看 Oreo 的，到后面我就决定是不是要买那个两个都买那个双拼，有香草有巧克力的。然后呢，他就是一脸很傻眼，就说你是被减糖配方吸引的，然后现在看你没有要买减糖配方。然后就说可是因为四个热量都一样啊。然后就说，然后他就很傻眼，就说不是啊，他们的作用不一样啊。他说一个是减糖，减糖就是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减糖是糖分可以控制，但是热量其实是一样的。然后热量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热量就是变胖的程度一样，减糖可能是身体比较健康，皮肤比较好，比较不会增加体脂之类的吧，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可是我就想说，可是热量都一样啊，要变胖都差不多。他说不是啊，你不就是要减糖吗？你现在他就是有点无解到已经要笑出来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可是有双拼啊，就是热量他们差不多啊，所以就很好笑。他那时候就是一脸傻眼，反正最后我没有买啊，但是我想要不要买。酸性食物我很喜欢，我也喜欢吃酸，酸甜苦辣我都可以。全麦吐司、水果、地瓜、燕麦等改善。我努力。这个人最喜欢原始的香草。减糖配方四个字就是有减糖，不管了。但是因为有双拼啊，有香草跟巧克力，但是没有减糖的双拼。要买一个一般跟香草，因感觉一般的就是比较浓厚啊，减糖的一定比较淡吧。就跟我昨天有买那个可尔必斯一样，它是什么海盐可尔必斯，热量也很低，但是它很喝得出来就是很有点稀释过，因为它是加那个叫什么人工甜味剂，什么阿斯什么甜巴甜什么的，反正就是人工甜味剂，其实味道你都喝得出来，就是喝起来比较没那么负担，就会一直喝。可是可尔必斯本身也会一直想喝，好吧，还是买热量低的比较好。阿斯巴甜，对对对对对，我以前有单买过阿斯巴甜，就是想说，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点太依赖零食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买的人工甜味剂，想说以后如果想要喝什么饮料的话，就是用无糖的加那个阿斯巴甜，结果超难喝的。然后我就一直放到现在，就用过那一次之后，那一盒
前几天被我妈翻出来，她可能想要丢掉或干嘛吧，然后我就看到它，它超难吃的。然后我不知道什么外面的人工甜味剂加进去喝起来比较正常，我自己加就觉得好恶哦。卷糖吃不出来，真的吗？我自己买的味道超怪，然后我就没有再吃过了。然后可是外面加的都，虽然说你喝得出来就是它不是糖，但是它的甜味也不会到很怪。你的比例没调，但是它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啊，我就想说就是，可是它有一种自己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它的味道，我不喜欢。代糖不能加热，直接只能加冷饮，我是加冷饮啊，但是它的味道真的很怪。拮抗什么？谢谢自伟的红玫瑰，他说想吃甜的，他画了一个花椰菜跟苹果，但是我也一直在吃苹果啊，我想吃甜食的时候也会一直吃水果，但是吃完之后还是想吃甜食，所以之后我还是会去吃甜食，苹果或是其他水果，因为其他水果现在目前我们家没有了，前几天是有樱桃啊荔枝啊之类的，但那些对我来说有点太甜。谢谢水豚的真情告白，戒糖。但是我觉得我相对以前比较没那么爱吃甜食了啦，我以前是真的没有甜食活不了基本上因为我很喜欢吃冰，然后就会去买冰吃啊。我今天生理期刚来第三天，然后我昨天还是想去吃冰就买冰吃了，虽然说我比较不会有生理痛，自己的任性，终究要吃甜的。蚂蚁喜欢吃冰不好，我知道啊，我妈也会一直骂我，而且女生吃冰本来就对子宫不好。你说过，反正，我去看表演的糗事，有关我最近来的好朋友的事情，我觉得有点微尴尬，但是没有人看到我就还好，辛苦了，不辛苦，女生本来就很麻烦，主要是那种要买来照顾好朋友的东西有点麻烦，因为它本来价值就很贵，就觉得啊，每次都要定期去买那些东西。今天也很热，昨天也很热，有弄到衣服，就是弄到衣服了。我穿白色裙子，就是弄到了，所以我才觉得很尴尬。主要是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坐我旁边，然后呢，我们出去出入口至少有四次，然后他都在我后面，我就想说。我感受到好像有东西，但是如果有东西的话，我想说站起来，我朋友在我后面，他应该看到会提醒我，但他没有讲任何一句话，然后只带我们两个一起去厕所，我自己上厕所我才发现怎么全部都是，然后对我表演的朋友救了我，因为还有很多套衣服可以换，他就吊带裤是他的，他救了我，超过分的，他就说那么黑怎么可以看得到，我就想说因为我也没问他啦，就是我没有，因为我本来想说要不要请他帮我看，但后面想说应该不太可能来，因为其实我前阵子才来不久，就原本是预计下下礼拜，就是其实有点乱到有点夸张，但是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量不多吧，所以我其实有在想说会不会再来，但是因为我没有，我在想我当下我那时候跟他要出去门口的时候，我其实本来有想问他说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背后，但是后面我就想说不太可能吧，因为才刚来没多久，但他也没讲话，我就想说算了，他没讲话应该就是没有，我还特别这样子
就是有点刻意想让他看到我背后啊，好羞耻哦。已经预期到了，已经预期到了，还可以再来的、哦，就是因为每个人你会大概知道他有多少量吧，就是每个月你都会大概知道他是要什么样的形式啊。但是因为我上一次的时候有点夸张到少的夸张，所以就觉得为什么会是这个量这样子，所以他这次就来了。但我就想说应该不会那么快。好朋友来了，朋友没发现，对，你才刚来，了解，就是很尴尬那个时候，而且重点是表演也蛮多人的吧，所以就很担心会不会有人看到。谢谢分享，太少要补出来，对，他就是迟来的，就是该来的还是要来，就是可能会迟到，但是要怎么讲，正义那个正义的那个言论怎么讲，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不到。表演够好看就不会注意到，真的吗？可是我穿白裙耶、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对，他会迟到但他不会缺席，好麻烦哦、喔、所以会迟但到，对，没有错，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谢谢朱日红，朱日红什么时候变朱日红了？那个男人可能会迟到但他不缺席，但是不会缺席，正义使者，迟来的爱也是一首歌，跟正义一样，真的。流川枫迟来的爱，你被米掉了，什么勇？浩逸，你被米了。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是的，很多梗哦。打错哦哦，我想说你被米掉了，好好笑。永不迟到，真贴心。然后那天反正就很荒唐，我好像第一次在外面这样，第一次，而且在很多人的地方，但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羞耻，但就是觉得很荒唐而已。很荒唐，我穿白的然后弄脏了，然后在很多人的地方，我朋友还没有帮我发现到。一切都很荒唐。外籍老师点名叫啾同学，蛮可爱的，就改一下。啾同学蛮可爱的啊，啾同学。小勋你好，最近还有发生什么事？我还要跟你们分享什么事吗？看一下最近还有发生什么事，偷看一下最近有出去哪里玩。欸，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跟我朋友生日的时候出去做的项链吗？跟你们分享，我今天本来想说要不要戴，但是有点不是适合今天，跟你们分享。不是业配，因为是我自己自掏腰，哎呦好痛，我自己自掏腰包去买的，哦，脊椎撞到啊，自掏腰包去做的项链，然后他还送个小袋子，不是业配，但是就是。很可爱，自己做的。哎呦哎呦，怎么那么多有的没的东西啊，等下去捡。我做了一个项链，我忘记多少，790还是多少，然后它的正面是它可以这样子，它的前面的吊坠是一颗樱桃，然后它转一边可以变成一颗
紫色的爱心这样戴，然后在这一边的话是一颗粉红色的爱心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背面这样子戴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扣环的地方，它就会变成一个蝴蝶结，它也可以往下移自己扣，就是看你要像它吊坠这样还是这样，我自己设计的，因为我做很快，因为那时候我们前面的行程用到有点晚，所以后面我们大家去做手链项链的时候，我们那个店员说只剩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因为我本来就选择障碍人士，所以我就很怕会拖到人家的上班时间，然后所以我就赶快全部都串类似这样，就是有规律性的星星啊珠珠这样子串的，然后后面大家都还没做好，大家还在挑珠珠，我都已经串好了，然后我就想说感觉太单调了，想要加点东西，然后我就加了一个樱桃，然后后面就想说是不是如果做长一点的话另外也可以变成别的款式，所以我就加了很多吊饰，然后最后我就说蝴蝶结很可爱但是好像没地方加了，他就说可以帮你加在最后面哦，我就加了，然后其他人看到我这样加他们也这样玩，大家都这样玩，大家偷加包漂亮吧，因为想说它也不便宜，感觉要有点多一点玩法比较划得来然后我还这样子带回家把它弄成手链，因为我做的够长，他们其实说你要自己去算那个长度，但我做的比较长就是因为我想要它可以有比较多样性，然后它这样还可以变成手链，但是自己带有点麻烦，就是因为它够长所以可塑性比较强。晚上好，你们可以去玩，虽然说男孩子可能对这个比较没什么兴趣嘛，我有一个朋友做手链，然后其他人都是做项链，项链感觉比较特别嘛，因为手链我好像也蛮多的，反正是自己做的就是有纪念价值，有障碍耶，请勾勾，勾起来，勾起来，就福禄巴斗，福禄巴斗吗？我不会日文，但可以请你帮我看，是吗？福禄巴斗是什么？Master 上面有名字吗？我的项链吗？没有耶，因为它的英文字母是那种不是我喜欢的款式，它的英文字母只有那种白色的，然后呢是黑字不透明的，看起来因为我想要做那种比较少女的白色黑字，就显得比较没那么少女，做成手链就会这样，看起来很奇花。福禄巴斗是什么意思？好看吗？我想买手链的，很可爱耶，但看起来像小朋友怎么办？但它很可爱耶，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跟你们分享的。最近有什么？那还有什么呢？大家都要毕业了，张少彤又回来了，看了很快乐，什么东西看得很快乐？我是小朋友哦，啾同学你也是小朋友，来来去去你又来了，果然看了那么多
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最后你还是选择了我。哎，知道你的爱，接收到了。项链缤纷的颜色，看了心情很好，是不是？我觉得我的手链做的很像那个芭比，有一集是什么美人鱼，美人鱼芭比的感觉。你只看我哦，是哦，哦是哦，是吗？张少彤这句话可信度有点低。少彤公主晚上好，少彤公主，她名字彤姐，彤姐。公主感觉比较适合叫曼玲，曼玲公主，她大概要38起来。现在只有你开啊，那当然只看我。哎呀，童姐晚安，童姐，小屁孩童姐，好矛盾的称号哦，小屁孩童姐，臭小童姐，臭小童姐，讨厌。讨厌，我不是公主嘛！啊，讨厌，我不是公主嘛！臭小童姐，臭小童姐，我想要吃蜂蜜蛋糕，买给我，买给我！一直上课睡觉的小屁孩童姐，臭小童姐，上课还在睡觉哦，臭小童姐，好长哦，好长的名字哦。我也想吃，我们去吃，去吃，你来找我，史上最遥远的距离。什么？你只看他？什么？便利店会有蜂蜜蛋糕吗？便利店，便利店，我要把超商的东西都买下来。我现在是礼券富翁，我要把超商，我要把超商买下来，我要用。1200把超商买下来，超好笑，一小片，哈，有吗？你说面包区吗？可是好想吃冰的，我就把它丢进冰箱里。品客你好，我没有一千，对，我现在没有1200了，我最近花了至少有300吧，买了零食，所以现在应该剩不到1000哦。我要全款买一下蜂蜜蛋糕。9点换少彤直播，对啊，你要不要？哎，现在几点？20几点？8点，还好啦，还有半个小时。臭小彤可以先，干嘛？睡觉，睡觉就睡着了，睡下去就起不来了。蜂蜜蛋糕，但我明天还会想吃吗？我是现在想吃哎。其实我现在也可以去买，等等啦。蜂蜜蛋糕，我昨天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买桶装的冰淇淋回家吃，但感觉我会吃得很快就吃完了，而且我因为好朋友又来，就觉得好像不太适合吃，所以我最后还是买了小只的冰棒，但感觉大桶的比较划算，好想买大桶的。今天有点可爱，谢谢笑笑哦。是生物鼓掌的歌，什么 ？Bluebird 是什么 ？Bluebird 感觉就是有种迷音，就是这样子的那种鸟。饮料买冰的不好，欢乐的好不好？啊，欢乐，好的，好的哦。有点太多了，大桶的冰吗？大，可是大的可以吃比较久哎，却你们不觉得大桶挖着吃很爽吗？就是抱着那一桶这样，好爽。我第一次吃桶装冰淇淋是在我朋友家，因为我朋友家冷冻库有好几桶，然后他们家就是都不吃，你知道吗？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他家，我就说你们家有冰淇淋，一下好大桶哦，他就说。你吃啊，我们都没有在吃。然后我就说它快过期了，他就说那你吃啊，你可以带回去啊什么的。我说可是等下带回去会融化，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吃吗？好啊好啊，我就这样，我拿着那一桶就吃完了，哦，超爽的，
我直接打开新世界，我之后就觉得桶装冰淇淋是神的发明，超爽的。谢谢哈士奇肉排的纸飞机，桶装冰淇淋是神，是神做的发明。要多少也便宜，懂哦，在行哦，抱着吃一下就是，真的很舒服哎，吃那个，难怪头痛。冰淇淋没有头痛过，冰淇淋永远都是快乐的泉源。头痛过只有吃糖果而已。一定很聪明，马上吃，是吧？是。大桶是火锅店那种大桶的吗？不是那一大桶，就是那种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圆圆的，打开盖子，拿着勺子，然后可以边追剧边这样。哇、哦，好爽哦！冰淇淋万岁！冰淇淋。可以给我哇，桶装冰淇淋！我以后如果自己做的话，我应该会有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我应该，因为桶装就是让你分开好几天吃，但我应该很快就会把那一桶吃完了。就觉得是不是，到底我以后住会不会这样买呢？感觉要控制自己的话，就不能这样买。但是不买的话，我觉得这样就错失了一个人生活的乐趣、欸。保利桶，对对对对，差不多。家里还有两桶，一桶一次吃完，抱着吃追剧，边哭，时间都这样。为什么要哭啊？为什么不能笑啊？我吃得很开心，哭屁哦，哭屁哦。西门很难忍，一下就生，对不对？是不是你懂哎、欸？肉排厉害，你懂，只有你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吃那么多天还吃不了。快乐，礼券改买冰淇淋好了。可是超商的比较贵啊，超商我也没看到比较平价的大桶冰淇淋。我跟你讲，美联社很好买，美联社的东西其实比较好，虽然说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没超商那么光鲜亮丽嘛，可是礼券不能用美联，礼券不能用美联社。要不然我觉得应该，因为我去美联社买过两次大桶的冰淇淋，如果是真的想要的话，我应该就会去美联买了。回头发现已经不见，对，我那时候还想说剩吃这一桶剩一点吧，明天再继续吃，然后放进去之后就拿出来，然后把它吃完了。谁叫它那么好吃，真素的，诱拐我犯罪。等一下去买，等一下，你等一下就要去买哦。美联社哪有很贵，很便宜吧？美联社的东西耶，美联社哎，你是便利商店？对啊，我是便利商店的礼券，它也可以用在百货，统一百货跟 Starbucks 也可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生鲜的什么蔬果的超商吗？但我好像没去过那个超商，但我家附近好像有那个超商，就是卖一些有机食品的，我好像没踏进去过，但是看起来，因为看起来好像蛮贵的，但是感觉健康的人会进去里面，但是我好像可以买进去看吗？之后好懒哦，全联吗？全联好像不能用。美联社，对，美联社主要是它弄得很像接近杂货店，但它东西我觉得比较便宜，且也会有打折，就更便宜，所以感觉要去美联社买。剩下，对，对，它的东西我没有去看过，因为感觉就是很贵。你们知道那种有关生那个有机食品啊，或是什么？比较健身的人会吃的食品都很贵，所以感觉那种地方就是很贵，所以我就没有踏进去过。就跟 H&M 一样，我以为它很贵，直到我朋友叫我陪他逛 H&M， 我进去发现，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贵。而且重点是 H&M 的质感量感都很好，然后就觉得，哦，竟然还有这种地方。因为我以前可能就买衣服去实体店只会去 net 吧，因为它就是平价，然后又好穿，然后
后现在好像更爱 H&M， 因为它设计感更好，然后质感更好，虽然说再贵了一点，但就是很棒，会有很多进口的东西。美联吗？才来到新世界。对啊，他们因为他们外表让人看起来很有距离感，所以就不会想进去。圣的那个圣开头那间店我也没看过，没有踏进去过，但是有看过。不知道我会不会进去发现新世界，或是跟我想的一样，买不起，买不起。你们，我已经忘记了，你们端午节吃了什么粽子啊？我今天吃了一个油饭粽子，都粉大家都说是3D 粽，油饭 3D 油饭。啊，我觉得好空虚哦，我本来是想吃粽子的，但它是油饭欸，而且它是比较味道比较淡一点的油饭。主妇比较爱买的地方，3D 油饭，他们很会聊。公司送的麻油酒香粽，我不喜欢有酒味的东西，因为酒味感觉也是那种见仁见智。你知道，之前烧烤的时候，有些人会说什么蛤蜊要去鲜，就是他们就加啤酒进去。以前小时候有那个姐姐，她说加酒比较香，我就加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吃，我就想说为什么有一个怪怪的味道，就说那是有加酒啊去鲜什么的，没有到不喜，没有到难吃，但就是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然后有些料理也会加酒，就觉得啊，药酒我觉得可以，药酒那种吃的比较养生的东西，汤品什么的加药酒我觉得蛮香的。但是如果加什么啤酒或者什么其他酒的话，就觉得哇，那个酒味就不是很喜欢，就是会有一种酒味。你是南部粽派吗？我应该是南部，因为北部粽是油饭啊，那我吃油饭就好啦。只有吃全联的冰心粽，全联的冰心粽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甜粽欸，就是因为今天有吃了一个碱粽，然后呢就是要自己沾糖吃，然后它的口感就比较像甜品，它本来就是甜品啊，我在说什么，反正全联那个真的很赞，第一次吃赞。加酒比较香，我不太喜欢，我不喜欢那种味道，我也不喜欢酒精的味道，但你需要，你可以咖啡啊，为什么咖啡啊。南部粽咸粽沾糖超棒，我那个真的还好，我喜欢甜的话，我目前最喜欢像全联的那一个，像全联里面已经调配好那个什么，加价了什么红豆还是什么馅，很好吃。然后，我回家骑车了，对，好，要不粽子的话，我是咸派，咸派粽应该是南部的。哦，我想吃南部粽，怎么办？南部粽哪里可以买到？有包馅的那一种，全联那个，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现在粽子也好贵哦，葡萄美眉，全联的葡萄美眉粽很好吃。南部粽，对啊，南部粽还是粽子。但我已经好久没吃到南部粽的感觉，没吃过甜粽，连那个沾糖的都没吃过吗？沾糖的那个我还好，就比较传统甜粽的感觉。南部有菜粽、肉粽，我好像没吃过菜粽，我应该都是吃肉粽。修霸掌，中部粽是什么？中部粽是什么？自己包的，没有包过。
真的才是粽子，真的才是粽子。什么？我吃过南部粽以外的粽子，天天吃吃看就是全联的好了。全联有卖咸粽吗？阿嬷包的都是北部粽，为什么？为什么？小薄块什么意思？中部粽是有啊，那中部粽是小，我 get 到了。什么啦，中部粽是有灵魂的粽子。好的好的，菜粽吃起来没有很大差别，就没肉而已。那我是肉粽派吧，可以肉加菜都有吗？中部是海岸线的守护者。 OK， 痛死了，叫他做什么他都不帮我。黄乐你好，我阿嬷是包南部粽的，可是南部粽要拿什么材料去包进去？他那个肉粽是要先调配好再包的吧？中部粽是水泥里面包肉，越讲越可怕。一颗粽子就消化很久，糙米的话。但我愿意吃，有就吃。糯米吗？客厅很热闹，没有，那是妈妈一个人的声音。刚刚还有婶婶，然后再更刚刚还有我妈妈的朋友。他今天心情不太好，念来念去的。我就说我要直播了，然后他就一直念来念去的。这个超可爱啊，他跳了。待会妈妈说好一点，有啊，有，让他心情好一点。他们在激情辩论什么？没有，妈妈声音本来就很激情，激情。他是激情派的，他每次跟别人讲话，我都以为他在吵架。对，妈妈是大嗓门，但是她讲话都是用吼的。希恩你好，还是要注意避免受伤。没有，她现在都在家里好好的，好好的安养，不会受伤。最近忙吗？这个月都蛮忙的，这个月，反正都在忙不同事情吧。现在在忙，以前我自己的事情也很多，现在的事情也很多，哎，现在哪里都很多事啊！最近一直在忙里抽空。希望忙完就好好休息。大家突然变忙了，大家吗？大家都突然变忙吗？忙什么？好像懂什么，懂什么啊？这是什么？谢谢肉牌的牡丹花海，这是母亲节礼物吗？这是什么？你怎么那么适合双马尾？没有到适合吧，就是不难看啊。而且我本来其实就比较适合绑头发，我应该是头型的问题吧，感觉是，就是。因为我放下来的话，我头发本来就是很蓬，我的头也很蓬，所以就会蓬，所以我就要绑起来比较适合。不是双马尾的问题吧？应该是绑起来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谢谢两光的一颗星。谢谢棒仓鼠的钟情玫瑰。偷看一下，其实我跟你们说，我有那个天使的照片可以发了，
但我想说我今天刚发了一个 Reels， 所以我明天再发，我明天发我的天使照片，大家可以去看我的 Reels， 跟墨鱼拍的。就已经快忘记了，太久了。这个是原本不见的影片的其中一支。栗子羊羹。这三个月份以来的主题，我最喜欢的一个，这算是我比较可爱的主题吗？嗯嗯嗯，这是比较可爱的，而且我难得有穿内衬，很可爱。谢谢秦林秋月，最喜欢的这三个月里面最喜欢的。但是我看一下，但是我要发的照片，我看起来的脸有点微尴尬，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会有点微尴尬脸。嗯哼，但是我觉得应该有点微尴尬吗？偷看一下我的笑容啊，因为我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起来，然后每次笑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眼睛张开，然后张开的话我就没办法正睁睁的笑，你看。如果笑起来是这样，他眼睛要张开，然后就会很尴尬笑，所以我的笑容就会变成尴尬笑了。眼睛张开怎么笑？超怪的啦！哎呦，眼睛张开，我从刚进来到现在拍写真，每次笑的时候都会说眼睛张开，眼睛怎么张开？眼睛张不开，怎么办？好难哦！听说很少人穿内衬。因为我平常有内衬都是不穿的人，但是我这次觉得穿内衬比较可爱，我就穿了内衬。眼睛张开，眼睛张开就会变得尴尬了，笑的时候就会这样啊，这样看起来就比较自然笑，就是这样啊。张开就会瞬间变尴尬了，但他们喜欢尴尬笑，感觉是哦，尴尬笑。可是他们拍照不允许眼睛眯起来，但是我的眼睛这个就是没办法控制的，这是肌肉怎么讲，肌肉反射，就是你同时就会带动到那边的肌肉啊。眼睛可是眼睛张开就变成，好随便啦，反正就是那样。脸在笑，眼睛没在笑，笑也要练习，辛苦。肌肉为何？其他成员呢？我是没看到啊，就是顶多他们有听到有人笑僵过，但是我的话是眼睛张开，眼睛张开，张开，我张开了，好难哦。谢谢剑骨的糖葫芦，九十让。杰米你好，吐舌头好像比较能张开眼睛。你知道右拐我要吐舌头吗？引诱我，想要看我吐舌头、哦。明天的照片会有吗？我看一下，明天的照片有吐舌头啊！我记得我拍照有吐舌头，然后两个姐姐在旁边说：“天使不可以吐舌头。”然后我就，天使不可以吐舌头。天使不可以吐舌头，可是我不是天使，但是我这个月的写真是天使，我是伪装天使的恶魔。嗯，我可以哦，俏皮天使，不可以是俏皮小天使吗？我不知道啊，有这种规则我不知道，但是我拍的当下我一直很想吐舌头。然后姐姐就说：“天使不可以吐舌头。”所以就没有了。不可以吐舌头的小天使。
我也想说，我也想要当调皮小天使，但他可能觉得吐舌头不太好，见仁见智。天使怎么没有光环？因为我不是真的天使啊。你是小坏蛋，把你的舌头收起来，天使。班长还在，不可以吐舌头，眼睛张开。难得很坏，我难得吗？我不是一直都是坏坏的吗？我不是，我痒痒的。姐姐会怎么叫你？你说经济姐姐吗？阿玲啊，阿玲啊，阿玲，阿玲啊，听起来很像菜市场在叫卖。阿玲啊，阿玲啊，过来帮忙啊，阿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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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和谐玲，耶、yeah. ，最喜欢这样的。哦，是吗？哎、欸，我们有你们他们哎、欸、，TP 有出过恶魔的写真吗？我想要看恶魔的。原来你是坏坏的，我应该就不是天使啦，很像邻家女孩阿玲，阿玲，阿玲，哦，瞬间那个档次就提升了哦，好像不错哦，好像有恶魔，真的哦。谢谢月动音符，二排每天都在跟我喊救命，为什么要救命？加一个阿比，阿比叫亲切，阿比阿比亚林，阿比林，阿比林是什么？你有恶魔的特效吗？有啊，恶魔的特效。谢谢娃哈哈，黑天鹅哦，一林像恶魔。我是天使中的魔鬼。他很晕，他说你乱讲。谢谢哈士奇肉排的锦鲤，这是什么水逆退散吗？太赞了吧，这祝福。夜蝶的话，你想跳白的还是黑？当然是黑的啊，夜蝶当然是黑的啊。下次就是恶魔了，想要拍恶魔。谢谢哆啦 A 梦的红玫瑰。小恶魔，小恶魔让我想到桥本环奈。桥本环奈在拍那个广告是什么？是那个，就是他拍了一个护唇膏的广告，我记得是小恶魔，超可爱的。Oh my god， 我愿意接受他。我要小粉环奈，超可爱的 ，Oh my god， 受不了！小恶魔环奈，感觉他天使恶魔都可以驾驭，小粉环奈吗？都可以啊，他就是那种无害恶魔，无害小恶魔，然后偷偷的那一种啊。他对我施法，这样四毛来了，我愿意被小粉环奈施法。啊啊啊啊啊！小粉环奈超可爱。谢谢 Ruby BB 的性感泳圈，这个名字是什么？谢谢你的一颗心。被发现了，洛克也来了。刚到，浩毅在讲什么？是被米掉了，还是你故意的？那是什么？你被米了。强哥都用这种饶舌的 ID， 为什么？可以用什么饶舌？还有什么？那个、啊、南港展览馆站的官方网站什么的那种。南港展览馆官方网站什么绽放万，南港，我要查一下南港展览馆。
绕口令。你只是没说话，是吗？干嘛不说话？还在上班吗？被米了，对啊，你被米了。你讲，你米米米米，现在是四个米，刚刚是两个米。嗯，常常想落课了，不要那么晕好不好？常常你跟上那个步调，跟上那个步调才不会晕。钢蛋荡单杠那个我觉得最难，哪一个啊？看一下，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吗？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被米，等一下哦。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蛋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蛋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当然官方网站专栏常常绽放万丈光芒，让网站上满满台排旁观台湾人暗赞逛逛 number one 棒。什么啊？怎么那么长啊？有人听得懂在讲什么吗？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帮忙南山广场厂方把钢弹跟单杠搬到南港展览馆办场钢弹观光展看，钢弹吊单杠往上，当然官方网站专栏官方网站专栏常常绽放万丈光芒，让网站我不想念了，它上面写的啊 Number one还有英文呢，你算很溜，算很溜，谢谢哦，谢谢哦。难多强，然后你管，我觉得我的那个要粘在一起了，放弃。站那个好难哦，那个站什么南山广场的馆长什么绽放万丈光芒那个很难哎。谢谢两光，谢谢叶叶叶，怎么字？那是什么字？邦伟前面那个怎么念啊？念得很好，谢谢你好可爱，谢谢。你可以说我很正义，正义使者。啊，为什么变到小绕口令？是不是那个啊？挑战？公演的挑战可以有一天是绕口令，很正义天使吗？听起来蛮强壮的，很强壮的天使。两条裤子，稀奇古，两条裤，稀奇怪，两只怪，稀奇古怪，裤快，裤破快损。哦，龚先生东方走来，扇了一棵松。捐了一棵松还是删了一棵松啊？不会念中文，不会念这个。谢谢追踪一零挑战，我吗？那要先轮到我啊，而且要先有这个挑战。内外有44只狮子，不知是44死狮子还是44只石狮子。天上下雪，身上流血，雪是白的，血是红的，天是红的，不是白的；雪是白的，不是红的。那是血在流，那不是雪中红。挑战是姐姐决定的吗？对啊，不同的姐姐，就是我们有很多部门啊，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啊，一个是决定这个的。四月出生不是天秤座。天秤座代表正义，世界上有人不可能分十二种。哦，我是金牛座，素食素猪熟梳子，也很难呢。这样念，一个哑巴拿了一只盒子，盒子里有桃子。一个瞎子的儿子办了他一只凳子，瞎子的儿子的凳子。撞倒哑子盒子里的桃子，哑子拉住瞎子的儿子的凳子，要他赔还盒子里的桃子。
瞎子的儿子不肯贴还哑子盒子里的桃子。哑子盒子里的桃子是什么意思？哑子打瞎子的儿子，瞎子的儿子也打哑子。然后有时候这种绕口令，就算你念了，你也听不太懂它的意思。我记得之前有看到有一个节目，就是他们叫外国人看听那个中文听力十集，在讲什么粉碎机、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到底还是会粉碎什么粉碎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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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的粉碎机的那个超难，我连那个字幕都已经放上去了，我还看不懂。然后他们要外国人去听那个中文听力，我傻眼。十二星座，金牛很会赚钱理财，所以一零歌星很会理财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理财，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会赚钱。然后理财的部分嘛，应该不算会理财，但是一定都会有保命钱在身上啦，就是一定会有这笔钱不会动到，有存好着，其他钱就是随，就是要看状况。想花钱的话，我就会也是无脑花，比如说沙币之类的。听了头脑也跟不上，那种只能读不能念，开始宕机。之前想到广播的挑战，听不懂广播挑战是什么，那个很难的、欸、什么粉碎机，请问粉碎机，粉碎的粉碎机，粉碎机粉碎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什么什么，我要听那个给你们听，那个超难的、欸、我完全听不懂。祝福艺林歌星，我不是歌星啊，什么早日成为大明星，演艺事业宏图大展，谢谢你的祝福。记只能用看的，念出来根本没人听得懂哦。看的我也听不懂啊，什么叫记？偶像，我是偶像，我是小偶像。粉碎机，粉碎粉碎的粉碎机，粉碎机粉碎粉碎机，给你们听，知道怎么念啊，好难哦。记什么意思，我看不懂。豆豆因为也想睡，就是听得懂，听得懂。首先，你应该弄清楚到底是……你们听。有人们用粉碎机粉碎粉碎机，粉碎机会被粉碎机粉碎吗？首先，你应该弄清楚到底是被粉碎的粉碎机会被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还是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在粉碎粉碎机时会被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呢？这就要看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和被粉碎的粉碎机谁更硬。如果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比被粉碎的粉碎机硬，那么被粉碎的粉碎机就会被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如果被粉碎的粉碎机比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硬，那么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在粉碎粉碎机时就会被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但无论是被粉碎的粉碎机被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还是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在粉碎粉碎机时被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都会对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或被粉碎的粉碎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请不要使用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去粉碎被粉碎的粉碎机。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快手就是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他最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的是他最后还问那些外国人说，所以是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还是粉碎机粉碎的吸的粉碎机粉碎，怎么粉碎什么啥听不懂。然后我看了就是一点很懵，然后那些外国人的脸就类似这样，然后我想说什么鬼，好可怕，我都听不明白了，好可怕哦，超可怕的。粉碎用粉碎机粉碎机粉碎机会被粉粉碎机粉碎粉碎机粉碎机会被粉碎吗？对吗？首先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到只有两台粉碎机了。听得有人问用粉碎机粉碎粉碎机粉碎机会被粉碎吗？
首先我们应该先弄清楚到底是被粉碎的粉碎机会被粉碎，非常难念，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还是粉碎机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在粉碎粉碎机的时会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这就要看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和被粉碎的粉碎机是更。如果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比被粉碎的粉碎机硬，那么被粉碎的粉碎机就会贴在哪？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如果被粉碎的粉碎机比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硬，那么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在粉碎粉碎机时就会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但无论是被粉碎的粉碎机被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粉碎，还是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在粉碎粉碎机时被粉碎的粉碎机粉碎，都会对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或被粉碎的粉碎机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请不要使用粉碎粉碎机的粉碎机去粉碎被粉碎的粉碎机。这回您听明白收不到、哦怎么都收不到你的讯息啊，被排挤了。我们不是朋友就没有收到啊，没有办法，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毕竟我是被 IG 排挤的女人，这种事好难哦。喊急，要喊急，喊急！去看，可能要去找你的账号，看有没有私信。但我要先找到你的账号，看一下。哦，要查你的账号才有。去你的主页查，有了有了，我去查你才会有，所以我还要来查你。艺林也是偶像歌星。为大家报道一则活动资讯，喜爱动漫的人有福了，本周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这是南山广场，这是我刚刚最一开始念的东西耶，你没有跟到前面。你没有跟到前面，前面我已经念了。南港展览馆馆长，绽放万丈光芒，真的，真到了，抓到没注意看，他是你是刚进来还是没看到？我刚念了两次呢，我刚到，才刚到。去补回档咯。那你知道纸包机吗？纸包机你说有什么绕口令吗？但他召唤到罕吉的，但罕吉还是可以来偷瞄一下啦。呛辣咖喱你好，艺林刚刚念的南港展览馆是我听过最长的版本，刚刚乌诺给的也是我那个版本，贴给我看。你要看我刚刚是不是又退出去了，我没有退出去的话我又退出去了，我还要去搜寻你才可以找得到你传给我的东西耶。你的设定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都不会有你？早安大家，为什么现在是下班了还是刚刚有人直播什么？为什么是卡痰呢、啊？受不了，我喉咙哑哑的感觉。波妞波妞，说到波妞还是有大家可以吃泡面，可是我想吃蜂蜜蛋糕。你还好吗？还好啊，就是刚刚一直觉得喉咙卡卡。贴了，为了你停留在你的私讯界面了。但
但你的私讯没有东西，只有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馆赶场，晚上赶场，泡面跟蜂蜜蛋糕差很多。因为刚刚看到波妞的图片呢、啊，然后波妞吃那个泡面看起来就很香，宫崎骏都把那些食物画得很美味。没有蜂蜜蛋糕，因为泡面不用出去买呀、啊，还是我应该去买一下。我还是顺便买，买吗？看到波妞要吃泡面了，因为波妞那时候吃那个印象很深刻哎，他去中介家吃那个泡面的时候，好香哦，有味道哎。吃甜食容易生病，那我还是吃泡面好了。我更新了，你还是停在南港展览馆馆长晚上赶场。你喜欢吃什么泡面啊？我比较最常吃的是维力炸酱，因为它可以拌面，因为我喜欢吃干面，比起汤面的话，然后它又可以有汤，然后又有干面，维力炸酱。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没什么料。然后莱伊克的海鲜我也喜欢，然后其他的泡面都要有钱才会吃，就是想吃泡面又有一点钱的时候会买什么，想吃肉啊想吃什么的就满汉大餐啊什么的，但是那些比较少吃。晚上好，集结解开有点过咸，哪一个威力吗？可是我都全家，但没有觉得咸。花雕鸡，花雕鸡面超好吃，但是因为它有料酒的调味包，我都会把那个料酒的调味包丢掉。我跟你们说，我就是想说它会不会加那个料酒的，就是会比较好吃，因为它就是给料酒，感觉就是要加才会有那个风味，所以我好像有一次有加过料酒，突然变难吃了，我就觉得天哪，我吃不了。而且我唯一吃泡面没有把汤喝完，就是加了料酒的花雕鸡面，我就只吃了面，然后汤我就倒掉了，因为我吃不来那个味道。然后后面它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是细面，然后味道又很足，所以如果不加料酒的话，他应该超越满汉大餐那些的。加了不好吃，我觉得泡进紫菜汤粉煲汤没什么味道，就是你不要加那么多水啊，我不喜欢那个味道。我记得我好像以前有吃过花雕鸡面，然后就是因为我本来就知道自己不喜欢吃那个酒味，所以我那时候好像泡那个泡面就把酒拿出来，本来要丢掉，就看到因为有人喜欢喝那个酒，就是可是那时候好像还未成年，这可以讲吗？然后反正就刚好他在我旁边，我就说你要吗？他就拿了，然后他就直接喝掉了。就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我也吓到、欸、我想啊，这是可以的吗？超好用的，料理用没问题哈。他真的直接喝。麻油鸡也不加吗？麻油鸡我好像比较少吃哎、欸，我好像都吃加麻油鸡的酒味，我目前没有喝到很明显有酒味的麻油鸡吧。如果明显那个酒味如果很重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喝，我可能会吃但不会喝。如果酒味没很重的话，我感觉会喝，因为我喜欢麻油鸡应该是药酒吗还是什么，就是有一种药酒还是什么的味道，我觉得蛮香的，就比如说什么排骨炖什么的那种，就像中药包里面，我不知道那个也是酒味吗？应该不是，反正我喜欢中药包的那个味道，中药材啦，中药材熬的汤的味道很香。不
不加才好吃。谢谢 AD 的可爱海龟。因为不过拿了何月瑶一拍照就直接被除名了。何月瑶一拍照是什么？台酒的麻油鸡。哦，这是什么泡面吗？麻油鸡是米酒。我叫北原贴给我。好嘞。斗鸡的故事，什么？加酒不好吃，但是花雕鸡很好吃哎、欸，加什么？花雕鸡，他做的菜是不是可以买？一样那么棒。欢迎大家收看《麦太太世界》，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别致的小菜。纸包鸡，家里的小朋友一定很喜欢。材料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一个鸡包，我们把粘在鸡包底部的纸撕下来，慢慢撕，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然后把鸡包纸这样反过来，这道纸包鸡呢就完成了，是不是很容易啊？什么？谢谢大家收看。什么？一言正经的胡说八道。接下来呢，我会教大家做一道纸鸡包，材料呢也很简单，只需要白纸一张。我们只要把这张纸这样，一个纸鸡包就完成了。各位小朋友，你们说像不像鸡包啊？什么意思啊？现在呢，我要教大家一道别致的小菜，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首先呢，把纸包鸡小心地撕开，大家呢就会有一张纸包鸡和一块鸡。接着把鸡包纸像我这样包起那块鸡，然后这样把包鸡纸包，这个是卡通吗？包起来，一道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就完成了，卡通吗？简单呢，还有一块鸡翅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道小朋友一定喜欢的鸡包包，鸡包包，鸡包纸包纸包鸡，包包鸡纸包鸡包纸包鸡。做法也很简单。只要将鸡包包着的鸡包，再包着的鸡包，包着那张鸡包纸，再包包包包包，包着的纸包鸡，再包包包包包，包鸡包纸，纸纸纸纸纸包纸，纸包鸡，包鸡纸，纸包鸡，鸡鸡鸡鸡，纸纸纸，再包鸡鸡鸡。什么啦？什么东西啊？这是卡通吗？香港的卡通哦，认真，认真哦，现在还在播这个吗？没 get 到。就看起来很不像卡通的卡通呵呵，它是中文吧？不懂广东话。什么？它是中文吧？就是纸包鸡啊。这是比你还年长，看得出来吧？它的那个整个画质。我想吃饭了，肚子饿了。这是电影，这是电影。它有集数的话，就不是电影吧？
麦兜，店长大人也知道麦兜。啊，我觉得我今天的音乐很想睡觉，我想要吃饭哦，我想吃蜂蜜蛋糕，但是今天已经吃很多糖果，想吃什么？我不想吃北部粽啦，我今天吃的好失望哦。为什么要吃油饭？我想吃的是粽子哎。适合对，还是我在吃泡面？我有泡面，我吃泡面好不好？不要坚持了，买什么蜂蜜蛋糕吗？我这里不能吃饭，是电影，吃泡面吗？吃泡面吗？我前几天想吃泡面，但是我觉得很晚了，所以就没有煮。最后我把它打开，加了那个汤包粉，捏碎当科学面在吃，所以它的那个沾面的调味包还在。我在想要等一下煮面加那个调味包拌来吃，还是吃一个新的泡面，可是我又想去买蛋糕，但我好懒得出门哦。那顺便买冰淇淋吗？你是不是不是要站起来？北部粽也是竹筒米糕包起来的粽子，但是竹筒米糕感觉比较香。油饭，油饭就是油饭啊，那就不出门了。可是想吃蜂蜜蛋糕。那我要煮泡面还是泡泡面？还是我要煮面沾泡面酱，还是要煮泡面，还是要泡？不能泡，我们只能煮泡面，因为我家没有热水，我只能烧热水。所以要煮面还是煮泡面？站南北，煮泡面，煮泡面吗？煮面把酱包用掉，沾什么泡面酱？因为我再讲一次，最后一次哦。我说我前几天也想吃泡面，但我觉得很晚了，感觉泡面会变水肿，所以我就把那个粉包加进去干面里面，把它捏碎当科学面吃了，所以酱包还在，然后就变成说那个酱包留着煮面沾那个酱来吃。所以要煮面还是煮泡面？香料是重点，但因为它的那个酱是拌面酱，它就是可以单一拌面用的。南部粽又黑猫宅配哦，煮面把菜煮，那是煮面面不是煮面。统一肉燥的酱吗？是维力炸酱的酱，我家没有统一肉燥，但我可以去买花雕鸡面。花雕鸡面我觉得细，我比较喜欢细面，除非是你要吃什么牛肉面那种的话，粗的比较有口感。细面的话，可是我不喜欢它加那个料酒调味包，就是没有那个料酒，就是料酒感觉是它贵的存在吗？可能料酒可以送人给你喝，这样。维力直接煮汤的，为什么维力要煮汤的？我不喜欢维力煮汤哎，它这样味道很淡，而且它本来就没什么料啊，就是用来拌面的。维力的面体当干面会好吃吗？
没有，因为我不知道哎、欸，好像还好，但是泡面捏碎来吃都很好吃，就我只记得它的面好像就没有那么脆吗？但是因为我先放过冰箱一轮了，因为我第一次开那一包是因为我想喝汤，所以我先把它的汤包拿出来。哦，我那个维力的没有加那个哎、欸，没有加调味包，是因为我想喝汤，所以我先把汤包拿出来煮汤喝了，然后它的面跟酱包被我放在冰箱，然后过了一天我才吃那个面，捏碎的面，嗯哼，花雕不要不要，买花雕鸡面。不就要出门了、嗯、好吧，对啊，维力要干的汤面版的维力我也不能接受，我本来想说要不要试试看，所以有一次有这样煮过，但就没有它干面厉害。维力的面它吃起来的确没那么好吃， 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放进冰箱的关系有影响到，但我还是吃了，因为我那时候很想吃东西，但我又觉得会变胖，所以我就吃了干泡面。你有拍过泡面广告吗？没有，但是有的话我很乐意。真好，地上捡起来就吃了。地上捡起来吃什么？维力煮汤比较方便。也还好吧，他就是只是把，就是两个分开而已。炸酱可以分那么多次，很好吃。吃汤整个酱的特色就被稀释。对呀、啊，之前不小心把酱包先加下去，吃了一次汤面板真的不行，就它就失去了它的精华。我都把开过没吃完的饼干放进防潮箱，都不会变软，非常方便。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家如果。而且没有这种东西之外，你放在外面，我们家的虫有点太多了，所以有点可怕。我只敢放进冰箱，会准时，会不会准时一点？会准时十点，这么专业，这么专业。可是整包调理包下去，会不会觉得太咸？不会啊。不会太咸啊，太咸你就不要沾那么多就好啦。浩克该送一个防潮箱给艺琳，要放哪里啊？我连我生日去作画的画都不敢拿回家，他们我朋友们他们付了运费从台中把画搬上来台北放在我朋友的店里，然后我都不敢去认领，我就一拿回家就被我妈扔掉，然后防潮箱拿回来没有地方可以放，大家又被我妈扔掉、哦、完蛋哦。防潮箱不是放相机的吗？生日礼物防潮箱，生日礼物送实用的很不错啊。居然看得出来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为什么看不出来？为什么是傻大姐？明年生日收到很大的方形礼物，注意一下。你好，各位防潮箱都瞎哎，放饼干超好用，都不会受潮，风口一样脆脆的。这种感觉要一个人住哦，一个人等我搬出去住的时候，再拜托你们了。现在应该没有办法啊。防潮箱再来放生血的哦。你必须要宫崎骏合集 ，so this， 空间好少 ，so this， 有人说我像傻大姐感，谁？我好像有拍过，我有拍过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儿歌叫傻大姐。我有拍过，但是应该是在学校拍的，所以应该不能发，然后那支影片的档案就没有了。我还
我还跟那些影片里的小朋友穿的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很好看，我穿的一模一样。谢谢博成的水枪。怎么教学没冷气度过六七八月？你就是不要吹冷气，你就要死不活的度过这三个月，但是你还活着，你会活着的。你不管怎样，你都会活着的，你就这样度过吧。我有拍过这个。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傻大姐。我是拍这个，热到睡不着，那就不要睡了。没有啦，他的确傻，鼎鼎有名的傻大姐，三加四等其他说等于八，他的确傻，鼎鼎有名的傻大姐，他说他九岁那年做妈妈。我也有照片，定妆照，但我的影片档案已经没有了。我们还拍了一个转场各种地方的 MV， 很有心，讨厌，才不会这样傻，笑死啦！朋友们想一下，岂有此理，哪有此理？他的天下没有手文化，手了文化才不会这样傻，不会什么为什么是我的歌？我拍的时候已经两年前了，但还没有，我的那些影片都不见了，长这样子，换各种衣服。傻大姐的装扮就是这样，我准备了好多套，影片都感觉不见了。香港的大姐，四千金是我的童年，我有他们的 DVD。不是是 DVD 吗？就是他们的好多合集。假山林精工巨献，继城上城后推出美丽上城，吃泡面吗？古典钢石美学。
一个小组有几个人呢、啊？唱不住，纵情投入，只因为喜欢你，没什么道理。心倦了地，一直等在这里，尽管叫人群淹没声音。啦啦啦啦啦，只如一代一四地。吃了两次，经验三。满甜蜜的心，静静散去。我想要分小组哦，你也去了两次，去，就是感觉这种之前的这种 Daisy 啊、Sakura、Bill Flower 就是有自己的散发出来的感觉，大眼睛，好想要参与这种分小组时期。付出，眼跳飞出，只因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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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太晚入坑，错过这时代。希望还有机会可以这样分组哎，都不知道是短板长板什么意思。泡面还没吃，你还在那边？对呀、啊，等等才会去吃。喜欢你没什么道理，见了你一直等在这里，尽管让人群淹没声音。没什么道理，能够见到你伤口没有地方的甜蜜，静静占据，和瞬间逃离。待意四季，好可爱哦！长板短板的口不一样，但出演让他用听的分不出来。哦，会喊错。谢谢洛克的告白气球。那这样喊口怎么办？就是不确定的地方要怎么喊？俊生晚上好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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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凭感觉，考验我们反应力的时候了。阿念做也不会怎么样吧？嗯。出去就出去了。嗯。啊，这个 MV 看起来很帅耶 ，NMB48 是哪里啊？是全体 MV 了吧？好帅哦，超多人的，对我们尴尬，喊的人会尴尬吗？大陆大阪哦，太 sorry， 大阪。
长波体很美。哎，这个是全体的 MV 了吧？哎，这个很帅耶，可以拍全员 MV。激波，南波，我一直看错字，南波在大阪，已经快不行了。为什么？这个 MV 很帅耶。对不起，全员的 MV 梦之路吗？那不是 MV 吧？成员的是什么 ？TTP 哦 ，Oh no！ 哦，但我觉得这个前面开头还不错，后面有点像纪录片了哎。喜欢那个全体 feel 的感觉。Festival， 因为喜欢那个感觉，很有活力。AKB48 秋叶原 SKE 名古屋 NMB 大阪 HKT 九州国初 NGT 新泻 STV 浩户内海还出了全员的单曲真喜哦，还出了哦，还出了全员的，太猛了吧。TTP， 我也最喜欢 TTP Festival。其实我觉得 TP 的前两首 MV 拍的最好。是谁？上次还偷偷送礼啊？还没入坑。衣服都不一样哎、欸。啊，好强哦，好可爱哦。哦，我喜欢哎、欸。怀念的 Love 休闲快闪。这是 NMB48。
好可爱哦，怎么啦？好可爱的歌哦。好可爱啊！很可爱耶，我喜欢耶。有点太长了，可以不用那么长。为什么？为什么 AKB 系列的那个48的歌们都很长，都差不多四分半左右？哎，太长了吧，长到有点太多了。嗯哼。等三分钟左右就够了吧，三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其实他们的歌很多都长版都是四分半啊，多少四分四分半这样，为什么都那么长？可是一般的 MV 也有剧情差不多三分钟啊，为什么他们会那么长啊？没有比较短呢、啊，你去看各种不是48系的 MV， 全部左右都在三分钟。三分钟左右，差不多，没有到至少三分半吧，就是三分钟或三分半，就差不多三分钟、三分半。48系的好像都是四分半左右。我觉得三分跟三分半就够了，不要到四分。
不是那种爱你，是一个人唱的。我也是想说，因为很长，四八系的歌，不知道是副歌重复太多次还是怎么样，会很长的感觉。我一定是听 TV 的歌，写歌会一直坚持想超过四分钟，超好笑哦，被同化了。晚上好，王者。六年前的 MV。有点那个不醉不会的那种感觉。很喜欢以前歌曲跟 MV 的韵味，就是很有那个感觉。水树奈奈的深爱有五分二十秒，好长哦。谢谢果果的带你去流浪。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快讯，大台北出现房市地板价。哦，这首歌才两分半嘞。哦，这是什么啊？好可爱！谢谢烫伤者的麻辣糖葫芦。这是第一次收到这个吗？好可爱，什么啦？燕泽调是长什么样子？说以前的吗？都是你做的吗？这个是个人去做的，还是有一个团队去做这个的啊？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超好听的。每个成员的声尾不一样吧，每年组成也不同。去年是这六个，这边六个哦。这首歌才不到三分钟哎。啊，宋雨琦。啊啊真好听耶。恭喜好可爱哦，这首歌好 Q 哦，我也要下班了。好 Q 哦，我要吃泡面了，肚子饿了。肚子饿饿的。晚餐吃什么？我想吃好吃的哦，怎么办？好想吃串串烧腊便当，好好哦，烧腊啊！你吃寿司哦。
好吃的。跟饭，什么跟饭？鱿鱼、花枝。泡面，想吃南部醋，咸酥鸡有卤味。你不会饿哦，几块肉。今天是虾仁，虾仁跟饭。你平常都吃什么啊？我不喜欢鱿鱼的，鱿鱼好难咬哦。我去吃跟面跟饭，好像都是吃花枝哎。鱿鱼跟面是以前同学很爱吃吗？然后我每次吃那个鱿鱼都觉得好难咬哦，然后就不吃鱿鱼的了。对呀，今天原本想说有粽子吃。结果我就变成在吃油饭，被骗的感觉。我最喜欢鸡酥或土托鱼，我好像没吃过土托鱼。鸡酥感觉是吃口感，但是会有一点香香的。羊跟饭一生，羊肉跟饭，好像没吃过。哇哈哈，你好，你好哇、啊！是泡面吗？是泡面吗？泡面会不会吃完很空虚啊 ？Echo， 不是 Echo 吗？好久不见 ，Echo， 好久不见。吃统一肉燥吹粉吗？什么千粉吹粉？吃泡面吗？吃泡面会不会很空虚？出门哦，出门要买什么？好像有一点懒，蜂蜜蛋糕就好了。蜂蜜蛋糕，泡面跟蜂蜜蛋糕听起来很赞的组合哎。林威亚香氛净白系列，专柜及精品香氛。晚安 ，Echo。好久没看见你了，好久不见啊。不然南部粽跟泡面。没有南部粽，不要把北部粽丢进去吧。不要犹豫，有，吃泡面了。吃什么啊？吃什么？现在它变成我的睡衣了，因为它太宽了。他们也是很强的一个女团。里面有一个人也叫艺人。
蛋黄派或是奇趣饼干吃，备一些，平常备一些会被我直接吃光光，备的等于没有备。留不住什么？哦，饼干吗？我的肚子会帮我先保管。视线所及的零食会被消灭。哎，看来贝德会成每日饭后的甜点。是的。保管不到半天，吃不胖，我没有吃不胖啊，但是我变瘦了。Mr.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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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天使降临，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哦，支持哦，前五名。多买一点嘛。希望你们会喜欢，还有下次的雪真，好像也蛮好看的。刚刚好丑啊，天使崩坏，留到下个月。那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但是我喜欢这个月的吗？下个月的，我跟你们说，我发现我的照片跟我的侧录，我的下巴都有沾到一堆黑黑的东西，然后我看照片很像诗雅前辈的贪吃痣，然后可是还有其他地方也有，然后我在想出来的照片他们应该会修掉吧，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沾到的，没有人跟我说，我自己补妆发现的。然后我下一个月的脸应该会就是有黑点点，但是他们应该会修掉吧，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你这就很久了，很久了。看到天使太心动就不压线。第五名，请一零双手给我比爱心。跟姐姐讲一下，到时候跟他们讲一下，因为我是拍特点的时候才发现。费用桶装开水，
炮种的米粉类应急，米粉很好吃，我也喜欢吃。不修掉的话也太累，不修掉的话，不修掉这边一定要修，但这边不修掉的话，其实好像也还好，就是看起来我好像有一颗痣，但是他们应该会修掉吧，应该会修吧。哆啦 A 梦要留言板吗？可以念留言板哦，还是你只要双手比爱心？谢谢第五名的哆啦 A 梦。但是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关掉？谢谢一零歌星对我比爱心，祝你事业宏图大展，财源广进。收到，谢谢你。谢谢哆啦 A 梦，要念留言板，你要留言啊！是吧是吧 ？No No No， 跟着太阳 ，No No No。사미치네저그대在哪里留言？这里可要可不要，在你的主页。个人主页。啊！福美超漂亮。也超可爱 ，Oh my god！Oh super jima，No no no，No no no， 한사미치네저그대。好的，来了。当掉了。OK。等我一下哦，电脑宕机了。No no no。No no no。很想你，只有这个的。留言吗？没有看到，我这边没有哎，我这边没有哎，哆啦 A 梦。啊，是吧是吗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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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很少力气了就可以。念别人吗？还是哆啦 A 梦，你有什么想说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可以先留言。那我先继续念榜喽。谢谢十一的麻辣烫，谢谢第四名的果果，谢谢果果，谢谢意林在急需又卡痰。到你自己的字界那边。谢谢意林在急需电力的时候看的直播，确实充到电了。
昨晚久违的听着蘑菇放空睡觉，你竟然还在听蘑菇吗？谢谢果果，我今天也在放空哎、欸，你们就是偶尔还是可以放空一下啦，真的蛮放松身心灵的，就是不要思考那么多事。虽然说可能因为上班啊或者什么，出了社会还是需要强制开机的、但是偶尔让自己放空一下真的蛮舒压的。蘑菇蘑菇坐在市场的角落，谢谢果果，谢谢你，这送给你。虽然我不知道今天不指定动作，因为我饿了。我肚子在叫了，我听到我肚子的叫声了，谢谢果果。我肚子在叫了。L-O-V-E Love L-O-V-E Love， 谢谢第三名的洛克，谢谢洛克。今天七点的时候工作还做不完，差点以为今天等一下哟，差点以为今天要跟不上直播了，到了一个段落赶快收一收下班，虽然前面还是边上班边骑车，话听了一个半小时，边上班边骑车，边上班边骑车是什么状况？感觉艺林最近也是忙碌的生活，先说声辛苦了，天使降临超可爱，必须下单，晚安，早点休息，今天就选艺林的，谢谢洛克。没有说最喜欢啦，不能说最喜欢，但是我的心意，小心翼翼。谢谢洛克，我肚子一直在叫哎、他可能看不下去了，你要吃就赶快吃。谢谢第二名的胖仓鼠。不能最喜欢，只能喜欢。一个大，我喜欢喜欢我的人。边上班边骑车是什么状况？我爱艺林，上班妹好，好可爱。谢谢胖仓鼠，我也。但是送给你。还有这个，这个好可爱哦。那怎么样可以露出它？给你一个那个，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的妆还不错，虽然说是乱画的，感觉应该要拍个照片。谢谢胖仓鼠。好久不见 ，Echo 还在，太快乐了！今天有很多以前的面孔。再来是我们第一名的哈士奇肉排，你都没有，你最近都不怎么出来聊天，你最近也很忙吼，吼！谢谢哈士奇肉排，运气都拿来遇见你了，最喜欢艺林了，你的运气真的来遇见我了吗？那你的运气在我这咯，那干嘛要干嘛？翅膀，今天是天使月，给你一个天使翅膀。天使翅膀要怎么飞呀、这样飞好丑啊、天使翅膀要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啊？比较没有哎、怎样比较像天使翅膀？好怪哦！谢谢哈士奇肉排，送给你。飞飞飞，可以飞进去吗？它好像翅膀快折翼。谢谢肉排。有吗？这样有吗？谢谢哈士奇肉排，我们之后再见。然后
我们回顾一下哆啦 A 梦的留言板。看乐天女孩的小动作都苦练，爱你，我也。希望我今年顺利进入辉达公司上班，跟黄仁勋买人形偶像机器人成功，祝福艺林歌星宏图大展，财源广进，谢谢你，也希望你可以达成你的目标，谢谢，恭喜，谢谢，我要走了，我要去吃饭饭了，肚子饿了。不会，不客气。肚子在催我，拜拜。最后再看一眼我的作品，对，拜拜。期待以后大家也可以多多做手工艺，想要看大家的作品，拜拜。I'm a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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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拜拜。